不飞风，不飞风，风下盖比关注，风上双影对立，一家如高山威严，一家如岭潭前面，以高点的剑意，却使万险之中，却势太发。这是几台急救的一战，来吧！兵团更加奇怪，剑气召唤，在不悔风上写下历史印章。破空毁灭，啊！一剑无剑，千金作戏，一剑无剑，一环对列剑珠，就怀开头一变化，看得在场众人又是悲。同样的无剑剑法，在苏尊手下，竟然是完全不同的变化与威力。如果羚羊剑武将看到此剑，一定对伊有真大的帮助。可惜，啊！红姑娘，关键的距离到此为止。唱出来，一念。可救不见，红姑娘，你别来无恙福，我真好，现在不必忧，你不用为我操心，自己保重。红姑娘，剑无剑意，有。剑救轮回，一剑无尽，轮回之剑，妄以复苏，无下无息，却仍受这无边无际、无穷无尽之招。我看得上的对手。果然无让我失望，用出你的绝技，替此剑为下休止。飘渺剑法，剑法已得天下第一，剑救便无高专注。天下间，你是第一个见识剑术之人，速交吧。